后面人就都喜欢看谁谁谁谁谁，但我没谁有啊。没事，我会收拾这么板的。谢谢妹，我真收着，我让你当人机票。我给送外卖的小哥要签名，我有病啊！那我就随时，我随身我拿根笔呗，我走哪我给人签哪，走哪来我给你签个名，我是不是有个大病？人家要我签名干嘛？要我签名当厕纸啊？拿擦屁股啊？对我黄焖鸡的这个汤无敌，我就喜欢黄焖鸡里面这个汤，真的很舒服，巨香。哦，绝绝子。不告诉你叫什么，嘿嘿嘿。我拍一句大，谢谢，谢谢大家支持。大家吃了没？大中午12点过了还不吃饭？你怎么不签公司？没有遇到合适的。目前为止还不想签，我之前签过公司，所以我现在没有遇到一个特别合适、特别大的话，我就不签，因为之前签过。但我成为影帝，我的签名会很贵。好，你们太看得起我了。谢谢妹夫真送个大赏来了，谢谢佛爷送个浪漫影帝。等我成为影帝那天，还有108000，如果要走呢？飞天影帝是什么？对，我眼睛是有点看起来坏坏的。飞天小昂、谢谢妹夫直接送的苗族帽。这个黄焖鸡的汤汁怎么这么香啊？它里面到底加了什么东西啊？上去戏服吗？是吧？谁没事儿走到大街上穿自己的衣服别这把，你看这戏服啊。这次对，这次是现代剧。加了几，就点了一份啊，就点了一份，一份我就吃完。眼光什么？眼光挺多的。就你们想知道眼光什么，你们可以进下粉丝团。就点个关注，这上面点个关注，进一下粉丝群。粉丝群里有拍过戏的剧单列表，你们想看什么，这上面都能找得到。准底香，今天中午这一顿我就不控制饮食了，就吃，太香了，因为我好久好久没吃过黄焖鸡了。我为什么今天点黄焖鸡？是因为我今天刷到那个有一个博主，抖音有个博主天天吃黄焖鸡，天天吃黄焖鸡，给我看馋了。我还加了火腿肠。天天勤于炼狱，好，谢谢支持。哇，嘴角不自觉的上扬，期待一见独钟，快了，怎么不还是群演吗？理性的应该有吧，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类型的，那些都能吃什么，哪些都能吃什么。为什么我对不上你说的话？
从老家路上一直喜欢听。谢谢大家送的礼物，谢谢周周送的龙虾壳。刚刚演的短剧看了真人，看了啥剧啊？谢谢梅花之音送的陕北毛巾儿。能去跑个龙套吗？能啊，你们想做什么都可以啊，没有什么不能跑的呀，想干啥都可以。最想无事，对，我拍过最想无事，好吃吗？巨好吃，老香了。灵魂之子就该，香闷了，香闷了，家人们。刚看完我的楚景瑞啊，那怎么样？不是好东西吗？张宇怕被我出名，你想给我送一头进去吗？然后演的青铜瓷。谢谢大家的喜欢，真好养活。哎，我说真的，我感觉我自己真挺好养活的。我也不挑食，我什么都吃，只要是食物它煮熟了送到我嘴里，我都能往下塞。我感觉我还挺好养活的。怎么才还没出道呢？我和密西演的《酒王爷》，对，今年年初演的，今年开年的第一部戏。那时候我胖的跟个猪头似的，你看我现在瘦了好多。结局不好，反是杨帝挺好的，不废话，等我下个那个古装那个上了之后。那你应该会更喜欢那个，更没有废话，上来就是猛猛干，我上来我就给你开干，我上来就打，上来就打，我去能打。我演这古装剧，我古装剧比较多，但我现在戏也演啊，你看我现在就是现在造型，我这个戏就现在戏啊。哪个剧？一剑独尊。一剑独尊我真的是我一点废话没有，一剑独尊上来，一剑独尊我上来就打，我上来就给你干，我上来就干，上来就干。那部戏天天在打，大概今天中午都去吃黄焖鸡。现在准备看《真相厨师》，《真相厨师》剧情那个人设还挺有意思，挺搞笑的。确定不是挨打？没有，不挨打。上线多久？快上线了吧？得10月底了。那个后期制作要挺长时间的，因为它特效很多嘛。对，现在就不用穿那么多，而且今天还怪热的。大家都吃什么？没有吃的话，就去点黄焖鸡吧，好吃的很，巨香。我现在装逼，我装帅，就是每个人的想法就不一样。有些人就觉得不行，你就只能戴上头套，就你就觉得我古装好看，现在造型就不喜欢看。有些人就觉得我现在造型好看，就不知道。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嘛，每个人喜欢的点不一样。谢谢周周送的璀璨舞台。反正哎呀，就是什么口味都来嘛。我什么戏都演吧，什么口味来。我过年的时候跟他联系啥呀？弹幕飘太快了，没看到，不好意思。我就看得见几个字。我是不是经常演反派？不是，那很吓我一跳，这个熊就再一次把我吓到了。天使、天使、妖精，
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车上的时候，突然有人送了我这个熊，我机灵了一下，我以为是我旁边有个什么东西呢。我反派演的很少，你不说说也不也看不见。那弹幕飘太快了，我但凡我看到我肯定会回，看到弹幕我肯定会回，好吧？但飘太快了，我没看到，那没办法。晚上一定点黄明星，真的好香啊！王思睿，他叫王女吧？《仙剑三四》里面演的是谁？对，是谁演的？谢谢微微送的爱的抱抱，调戏女帝。我今年都没咋演，就是我今年都没有演过那种调戏谁的戏了。像我们这么正人君子，咋能天天去调戏人呢？不符合我的人设，对吧？哼，又跟前两天的邝老师好，我们杀青宴的时候还聊，我们还聊呢。他说我们杀青的就在卫生间，你在卫生间吃饭呀？你家卫生间，你家一空调，卫生间吃饭，你咋想的？就是在新疆和地铁站那次哦。抽成了爱的棒子，喜欢看我和徒弟，谁？我这酒店空间巨小，真的巨小，就丁点儿的。我们这是啥？我这么跟你说吧，我们这个是板房。疫情的时候，你们知道吧？就是他们建了那种方舱。我们现在就住在方舱里边，贼离谱，不在卫生间，这是房间，这还有窗帘儿，你家卫生间还挂窗帘儿，还安空调。哟，傻儿子，知道吗？傻儿子，我刚吃完，还住上方舱，那方舱贼小，巨小，哎，隔音超级差，真的隔音超级差。外面有个人路过都能听得到，旁边的房间，他但凡他放个响点的屁，我跟你说，我这边听得一清二楚。我住过方舱，我现在住的就是方舱啊。我空调开热气了啊、哦，不是热气，空调。谢谢刘夏慧，谢谢我自己。对，没错，我就是坐怀不乱的人，耶、yeah。我能打呼噜，我很少打呼噜，我除非是喝了8+1或者是很累的情况下，可能会打一点小呼噜，平常打呼噜很少。你当初也待了好久，微镜子啊，口罩啊，好的，居然刷到我们，之前没刷到我们，谢谢佛血小姐姐 Lisa 送的浪漫花火。真的给我吃饱了，没有，我还能播一会儿，我得到好久才能到拍到我。刘薇薇也去拍戏了，我昨天刷着她了，她在定妆嘛，昨天晚上可能大晚上才定妆，也是挺辛苦的，哎，我家薇薇也挺不容易的，哎。昨天拍了几点？你说我还是他呀？我不知道他拍了几点啊？我看他就拍定妆照嘛。我没有，我就12点多吧。然后以后会谈女朋友吗？会啊。我是正常的男性吗？我不谈女朋友，谈男朋友吗？那肯定会啊。我又不想孤独终老一辈子。你这个。问题问着我懵了一下子，
不行，吃不下。刚睁开眼，真好。你能睡到现在，不是就会微了吗？那嘴上说说而已，你还真让我跟他处啊？那有病似的。我找圈内的还是找圈外的？这个你不能说是你一定要找哪圈内或者圈外，你怎么知道你会遇到什么样的人，对吗？这个东西说不准的，就是合适最重要啊！你遇到合适的，你管他圈内圈外，谈就完了呗。那不合适，不合适，那圈内圈外又有什么区别呢？对不对？就看合适嘛。有心动吗？对你心动啊，辣椒粉子。谢谢小孙儿送的成为悟空。我喜欢什么类型？我也没有特定喜欢的类型。我俩的孽缘是吧？我没有特定喜欢的类型。就是你怎么去说这个事情呢？就是你们对自己喜欢的类型都有很都很清楚吗？就是你能知道你自己喜欢什么样的类型？就比如说什么什么甜美呀、什么御姐啊，你们能够知道吗？我没有，我就看感觉。这感觉到位了，感觉到了，感觉来了，那就是就不在乎他是什么类型。想要稍微可爱一点的，对，就对上眼儿就行了呗。我没有特定喜欢的类型，不一定，就是这说不上来的一律称之为感觉。东北人吗？我不是东北人，我四川人，四川人。对，我短剧拍的挺多的，短剧拍的挺多。哪眼睛那么大，生的好呗。我妈妈眼睛好看，我好像一个女人眼睛要学。有很多人这么说，就是可能是觉得我眼睛这块这上面这块，可能是觉得我这上面这块比较像吧。有好多人都这么说过。谢谢易子林送的深情言语。想分手就说没感觉了是吗？你这问题问的，谢谢韦静送的狐狸鸟。我是不是去演霸道总裁了？我这部戏就差不多是霸道总裁了。今天拍吗？对，今天拍。今天发现跟微微长得像男人。他跟我长得，跟我也长得不像，跟我也没关系。谢谢郭爷送的鲜花速递。空调管好抢眼，很多类型都是霸道总裁吗？没有啊。哦，仔细啊，读错了，没有。我霸道总裁演的他超级少，而且我这部戏也不是纯真的霸道。这几天为啥越来越好看了？可能是。消肿了吧，一个眉毛高一个眉毛低，是吗？没有吧，可能我做的歪吧，那做直点应该就没有高低吧，这样你看着就高低啊，对吧？我就是个做没做相，怎么舒服怎么来。谢谢小可爱 APP 送的粉色冲击。衣服好看，我觉得花里胡哨的，你看还有个这个东西，看过几部剧短剧就完啊？啥？咋可能？我霸总演的超级少好吗？霸总演的超级少，你不可能看的所有剧都是霸总。我拢共就演了两个、三个霸总，你告我全是霸总，不可能。谢谢韦静送的光明之桥，谢谢魅惑之音送的电竞耳机。哪儿看的呀？我也很好奇，哪儿看的？是看错人了吧？喜欢我的剧，大家没点关注，点关注，进一下粉丝群。谢谢伊文送的玩两张人气票，
谢谢林子送的金箍。扎裤是吧？我知道了。古代的霸总来着，古代的话，它就不叫霸总了。那古装戏的话，它就叫怎么古装怎么有霸总这么一说法呢？那古装就是冷酷冷峻，就装逼。随便就几个亿，几个亿。对，今天这是妆造，这是这个戏的造型。头发都趴了，我都已经睡了就要起来了，大清早过去，然后因为景的问题，因为那个女主帽子的问题没拍，然后我就回来睡觉，一觉搂到了刚刚起来，然后饿了点了个饭，我感觉我跟过灯猪似的，睡醒了就点，躺在床上磨磨唧唧在那点吃，点完了之后东西一到就起床下去拿了吃。对，挺舒服的，挺舒服的。带妆睡觉，我有什么办法？我不可能卸呀、啊。那我卸了，化妆老师又得花个半个小时、40来分钟给我重新化。麻烦人家也麻烦自己啊，对不对？在外工作嘛，都是打工，都是马楼。就不要相互为难了。谢谢美猴之音送的西瓜头盔。晚上睡觉肯定不会带妆啊，晚上睡觉肯定不会带妆。就是我收工了之后，我肯定就直接就卸妆、洗澡去休息了嘛。但是因为我等会儿还有戏，就是我下午还要拍戏，所以我不能说我现在卸，然后要到拍我了我再去化，没办法，那你带着呗。然后睡觉还不能好好睡，深害怕把头发弄乱了，就贼烦。就是睡我永远都是这么撑着，就躺在床上这么撑着这么睡，因为怕把头发弄乱，然后到时候造型老师还得重新弄，就很麻烦。然后就要不然就是这么撑着，就不让自己的头发乱，然后要不然就是枕头这么靠在这儿让它悬空，贼累。最爱什么颜色？什么硬颜色？别给我搞这有的没这东西。十月初上线，绝神话二有二吗？没有二吧？有二也不是我演的呀，我不知道谁演的。前天我拍太子都戴耳钉了，我后面摘了呀。绝神话二我都不知道有二，那不是我演。找个演员老公不错，经常不在家自由。你还这想法啊，就天天老公不在家给你拿钱花啊，你又出去快活潇洒啊啊啊，你个坏女人，你个坏女人。啥时候跟马修合作？有机会就跟他搭嘛，就合作的角色跟他搭嘛。好嫩，我不嫩，六级了，恭喜你！谢谢魅惑之音送的犀牛头套，谢谢帽子姐。我就刚刚这么一声，我跟你说，绝对楼底下都能听得到，这个隔音超级差。但是还好，我们这一层全住的是我们组的，都出工了，都去现场了。皮肤这么光滑，开了美颜吧，它开了一点点。自己捏一下，我不捏，我把自己妆捏花了咋整？对，所以我肆无忌惮，对，没人管我。我要绿茶应该很能分辨出来了吧？能吧？不是，我觉得我不拍戏也能分得出来吧。我觉得我鉴察能力应该还挺好的。天生哇，我的眼睛就是尺，感觉男人都不太能。不是，这就是男人和女人的想法不一样了。有些女孩就觉得这茶，其实我们男的就根本就没往那方面想，你知道吗？
郁金香的女主误会我了，误会我啥了？你说戏里面吗？还是现实生活？你啥时候可以说话了？啥意思啊？你不是在说话吗？你不是在打字吗？抖音有瘦脸，我没有开瘦脸，我没有开瘦脸，你看。这男的老喜欢绿茶，绿茶担心，不是，就是根本就是完全就是误会我不要孩子啊！你说剧名吧，就是你们完全就是你们觉得我们就是分辨不出来绿茶，所以我们喜欢绿茶。其实，在我们看来没有，就是可能你们就会觉得很绿茶，就其实我们觉得还好吧。就是不是绿茶我们肯定也能分辨出来，我们又不是感觉不到茶，我们肯定能感觉得到，你知道吗？你是吗？我是啥吗？哎，我感觉我有点跟你解释不通这个东西。我这么说吧，什么叫茶啊？那是我的好妹妹。那可是我的好妹妹呀，什么绿茶呀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好妹妹，真的是。妹妹下场都不好，这是戏里边的吧，戏里边的跟现实中不一样，对不对？穿紫色更有英文。哎，那个歌咋唱呢？她只是我的妹妹，妹妹是紫色很有韵味。不影响自己的生活，差不差都与自己无关。来，别聊这个了，怎么就聊到什么茶茶上面去了？你们在聊什么东西呀？打绿茶扇耳光，你怎么能扇我的好妹妹呢？那我可就要生气了哟。我喜欢什么颜色？没有什么特定喜欢的颜色，就我想我还拍吗？拍我，我真没有什么特定喜欢的颜色。谁是我的好妹妹？你是我的好妹妹。我跟他试试一起，那这试啥呀？真的是，那咱俩试试在一起呗。谢谢魅惑之音送的学士帽，你哥是不是经历过？谢谢你的关注，这个爱你，你看看你们这些啊，你们这些女孩子啊，这个叫什么三心二意啊，见异思迁，见一个爱一个，这个就是啊，如果男的这么做了啊，见一个爱一个，见一个点一个关注，然后肯定女孩就要说，你个渣男啊，你看你天。刷美女啊，你该得关注都是美女。但如果是女孩这么说的，这么做的话，我们男的但凡一张口说，哎，你看你这个渣女，然后都是关注男的，女的理直气壮，怎么了？我看看帅哥，我在网上看看帅哥怎么了？我又不做什么，你看，我们就没法去回怼，哎，你们就怎么都是道理，你们超级双标，哼。谢谢大家送的礼物，现在关注我可以，可以关注我，大家没点关注点点关注，真的我很懂，我超懂的好吧？这部坏蛋角色不是，这部戏不是坏蛋，这部戏是就是正常的一个好人，对，和女人讲道理的那一刻你就已经输了。好蛋，对，我是个好蛋。我想耍啥双标，都说过一次了，不想再说了，再说就有点冒昧了。这么了解女人，哦，我跟你说，我正儿八经啊，画了眉毛吗？画了。正儿八经，我在读书的时候，我真的是情感大师，有好多人感情问题整不明白就来找我，哦。
就是给别人分析的时候，哇，去一套一套的，真的，那个道理，那些真的是一套一套的。然后但是有些事情落到自己身上就不行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能跟别人解释特别到位，就真的是情感专家。但是你这种东西一旦落到自己身上，不行，道理我都懂，就是做不到。对，真的是就是道理我都懂，但是就是做不到。是不是把他们整分手了？他没有，就是这个，说的这个，这不就是，你看，我们男的都是劝和不劝分，好吧？你们好多女孩子都是劝分不劝和，好吧？我们男孩经常就是，比如说自己哥们儿跟对象吵架了。就过来说，然后如果是问我，都会说，哎，没事，你大男人哄哄他就好了，道个歉，哄哄他。谢谢没有指引送的大厨。你们女孩一般找的闺蜜就是，哎呀，那个死渣男，他怎么怎么样？我当时就跟你说了，你不要跟他好，他不好，怎么怎么怎么？没事，姐们给你介绍一个更好的。你们女孩就这样。我们男的就，哎，没事，哥们，女孩子嘛，你道个歉啊，哄哄就好了。你们女的，哎呀，那个死渣男！你们就是这样，你们真的是，嗨，注意形象，没有什么，我觉得很正常呀。你聊天嘛，啥玩意儿形不形象？别忘了更新作品 ，OK，OK， 真的是这样的呀。哈，没吃过猪肉，也没见过猪跑吗？没有参与过你们妇女之间的聊天，没有参与过你们闺蜜之间的促膝长谈，没有参与过，还没见过呢。哼，你们也是明事理的，我觉得你们孩子就明不了事理。男人都看颜值的不是吗？你在学校一定很多人有，肯定有，但是没有你们想象说的那么多。刚看我的戏，看了什么戏？大家没点关注，点点关注。我一竿子不止打死一船，我一竿子我要把所有人都给打死，都给我打到海里面去。怎么感觉瘦了？不知道灯光的原因吧，我都没开灯，我房间里面，我觉得开灯太亮了。青春二的剧本 OK 了吗？还没有，没有 OK。最近档期满了吗？不满。我本来准备出去旅游的，但是这个我来这儿是，反正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嘛，然后就来这儿了。然后这儿拍了，如果没有我觉得合适的剧本的话，我就想出去休息休息，因为就真的是，想放松一下，可能状态不太好。我就适合做闺蜜。谢谢小可爱 BB 送的火烧玫瑰，我可是妇女之友，你以为我真的是，我是妇女之友，我是那个叫什么，那个妇女村委会的那个首席执行官，我厉害的很，我是执行大姐姐，我执行大哥哥。妇联主任，平常玩啥游戏？平常玩游戏玩少，最近要玩那黑猴子嘛，黑悟空，然后也玩通关了，然后现在在组里也没时间去玩，演的啥？演的挺多的，但是想知道演什么，可以点点关注，然后进一下粉丝群，然后进一下粉丝群里面有我的巨蛋列表。黑马楼，你开科技打？那黑马楼有啥可开科技的？打呗，打不过就练嘛，菜就多练，对吧？菜就多练，练了练了就会了，知道吗？黑马他是黑猴子吗？我
怕跟张继俊一样，啥意思啊？你感觉很累吗？超累的，真的很累，超累的。反复在有点粉丝群，好好好。你们看，你看我有多瘦，不瘦，看到吗？哎呦，干啥都不容易。金池有没有打过金池？金池很简单啊，我好像是初见过吧。啊，对，金池，你说是那个金色的大头吧？对啊，金池我是初见啥？牛得很，哈哈。今天播了几点？播一会儿吧，播的累了，我们做闺蜜吧。好啊，做闺蜜吧，会吸血的那个，那个、超简单，我初见啥？第一次见我就把杀了，不是大头娃娃，大头娃娃是卡我卡的最久的一个 boss。后面什么杨戬啊，什么什么大圣残躯啊，都没有大头卡我卡的久，知道吗？就特别离谱。他们都杨戬啊，或者什么大圣残躯，什么什么独敌大王，然后什么小黄龙啥的卡了很长时间，我就大头卡的久，其他所有的 boss 我都很快就过了。每天要工作几个小时，至少16-18，就是我们工作时长很长的，短剧真的会很累。跟哪一个女主有心，女主拍戏有心动的感觉，在剧里，我对平等的对每一个女角色都有心动的感觉，这就是我的专业素养。怎么了？他是对你心动，好好好。我平等的爱着每一个女主，看够的事情。我现实里不信没有，那说一千道一万，退一万步来讲，就算有，我能告诉你？那我不得自己藏在心里？我能告诉你？哎，我喜欢谁？我有病吧？那就算有，我也不可能告诉你啊。听说他拒绝了，啊？是吗？我不知道这事儿。肯定是喜欢你，对，喜欢你，最喜欢你了。上学肯定很用功。睡觉睡得挺用功的，偷偷告诉你们就行。哼，想得美。怎么老咳嗽？不知道，可能刚刚情绪太激动了吧。大家喜欢我的短剧，谢谢大家的喜欢，谢谢支持。大家没点关注，点关注，帮我点点赞，辛苦大家喽。看今天能不能点到10万赞。这么久了，终于说了句真话。对，我连那个哼哈二将那俩位置我都坐过，那 VIP，SVIP 的一等座我都坐过，老师讲台旁边那两个地方我真坐过，还坐过好长一段时间。然后最后一排也坐，哎，也站。看短剧一天喜欢好几个男主，你也是平等的爱着每一个男人，对吗？好好好，咱们就没一个好东西，真的是没一个好东西。老师可好了，可会说。你这个名字是谁？真学渣。其实我之前学习挺好的，到了高二的时候开始玩了。之前我学习还挺不错的，我觉得应该就是从高中开始吧，开始打电脑玩电脑游戏，我还翻墙，真的连我爸妈都不知道这个事儿，我还翻学校的围墙翻出去，上出去上网上通宵。你是我的忠实粉丝啊，因为我上个系也有一个叫露露的，我以为你是他呢。你爸妈现在知道了？现在应该不知道。哎，知道了，知道怎么了？那我现在都成年了，
那么久以前的事情了，对吗？不是说粉丝啊，那么久以前的事情怎么了？他我现在那我回家过年，他还能因为我翻墙出去上网上通宵这事儿给我一巴掌打我一顿，他不可能对吧？过去的事情了吧？据说最近那个谁演我的妈妈哦，你怎么知道？哇，你们这个消息有点灵通的哦。末日重生，我还真没有拍过末日重生，再不回复就怒了。你说啥呀？我没有看到，这弹幕刷太快了，我看到我就回嘛。不过圈圈确实跟我们联系方门开是吗？我以为他跟所有人都这样的，他不就是乐呵的吗？天天的翻墙出去，没有翻墙出去上网上通宵，真的哦。不是，我爸知道这事儿，我爸妈知道这事儿。我有一天我一定要给你们讲这个事儿，我跟你说肚子都给我笑痛，当时尿都要给我吓出来了。我翻墙出去上网，我翻墙出去上网，然后第二天上课的时候我睡死了没有醒，然后就在网吧睡着了，然后后面老师找不到我，找到我家里人了，然后就问我们班同学我上哪儿去了，就是扛不过老师问吧，因为家长都去学校了，孩子不见了，万一在外面出什么事儿了，对吗？然后我爸妈，就我们当时那个城市的网吧，挨个网吧来找我，然后在一个网吧里面找到了我。我当时我跟你讲，我躺在这个椅子上，你知道网吧那种椅子吗？我躺在这个椅子上，我在那睡觉。睡，我感觉到有人在拍我，我一睁眼，我那么一看，我爸在那站着，我当时我真的尿都要吓出来了，我真的一下吓得一激灵，我尿差点就吓出来了，然后我一下我就不知道说什么了，因为我那时候在读书，第二天还要上课，而且马上期末考试了。然后还是我翻墙出去上网上通宵，你想想这些东西这些点加在一起，对于孩童时期还在读书的我， 这是一个多大的一个过错，你们能明白吗？我当时我真的不敢说话了，我就在那看呢，然后就被我爸妈就逮回去了。没搭理我，没有，对，没搭理我，打我了。我也有叛逆期，谁没有叛逆期啊？正常。后来就应该没有了吧？后来好像就没有翻过墙了。后来我就办个走读证，光明正大的出去上通宵。后来就没有翻墙了。对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打我们肯定打了呀，那肯定得打呀。小时候没少挨打，我真的小时候没少挨打。玩狗子弟被我演得太逼真了，谢谢喜欢，谢谢大家肯定我的演技。大家点关注，今天不上班吗？上啊，等通知吗？现在还没拍我，他怎么知道我是网吧？就是因为在开始上课了都，然后班主任找不到我，就叫了我家长，然后班主任就去问我们班上那些同学，那同学肯定有知道的嘛，对吧？不可能我们出去玩，我们出去上网上通宵，每个同学都不知道，肯定有同学知道的。然后就问，就问出来了，就大概问了几个网吧，说我们平常会到哪儿去上网，列了几个网吧出来，我爸妈就挨个去找，然后就在一家网吧找到了。你咋感觉我特皮？我小时候真的很皮呀、啊！我小时候真的很皮，我小时候特别淘气，老师还挺认真负责。肯定啊，那他班上的学生他找不到了，他不负责，他得负责呀。穿女体去，要么混合双打，要么女子单打。哎，真的是，哎，真的是。我爸好像就没有说是他单独打我的时候，基本上要不然就我妈单独打我，要不然我爸妈一块打我。小时候真的老调皮了，
嗯，可能我拍完了看完了，是吗？你可以进一下粉丝群，没点关注就点一下关注，进一下粉丝群，然后有巨蛋列表，有什么没看你可以挨个去看，你觉得你没看你想看，你就搜索去看。妈妈打不疼，妈疼，真疼，真疼，都疼，就是打到身上哪有不疼的呀？那不疼的打你干什么呀？他肯定给你打哭打疼了吗？哭啊，那肯定哭嘛，每次挨打都哭嘛。川渝暴龙，川渝暴龙也是今年才出来，去年才出来的词汇嘛。当时我在读书的时候没有川渝暴龙这么个说法，怕爸爸还是怕妈妈？怕爸爸，就很怕我爸爸。就我爸也不停的打我，就我长这么大这么多年，他没打过我几次，但我觉得很怕他。今天没有开工，开了呀，开了呀，开了呀。我在哪里有我的剧单？我在等通知呢。就是左上角点点关注，然后进一下粉丝群，粉丝群里就会有我的剧单的列表，然后我就演过什么剧都在上面写着，然后你想看什么，你搜就能搜到，就点一下关注，进一下粉丝群就 OK 了。男孩不听话就挨打，对呀，正常嘛。所以我想的就是，就可能是我从小被打着大吧。我其实我的想法很，对，我这不其实现在就我的想法就是，如果我以后但凡我要结婚生孩子，我生一个儿子，天天打他，遇到不对上去我就是一巴掌。如果是遇到生个女儿，那没办法，那感觉得宠着。男孩就是，啊，老子的话你都不听啊，不听老子的话直接一巴掌，让你知道一个大逼头对一个孩子有。我也觉得棍棒底下出孝子。你允许不要孩子吗？有可能我真的不会生孩子，不知道，再说嘛。生了我就舍不得了是吗？对，我就是那个严父。我就是那沉重如山的父爱。还是要细心的教导，细心的教导教给他以后的妈妈，我呢就用棍棒教导。我从小被打到大啊，我都淋了雨，我不得把别人的伞都给他撕了。我这个估计到时候成功，行，不知道，谁能知道呢？说还是山体画风。你想找个老家还是找外地？去看感觉，看感觉。不是说要找哪个地方的。那我要遇到一个外国人，我感觉到为了我还，那说不定一个人结婚了呢，对不对？那看感觉嘛，那谁能知道呢？等我有了又不舍得打了，不知道，有了再说呗。有了再说。你老公比你惯孩子惯的多是吗？真假？真的假的？不是，我觉得男人就是这样。平常的话，我会就是，我觉得我要生孩子，我也是啊。我平常就是可能会没有出什么事情的话，以后我单方生孩子，那肯定。我觉得很多家长男的都是这样嘛，就会比较宠孩子。但如果是个男孩子，但凡你犯点错误，那不就我打他小，他打我老，好。我小时候的趣事，我小时候事儿多了去了。我小时候事儿老好玩了，我跟你们讲过一些啊，就被那些大猩猩追，就什么抓螃蟹、抓泥鳅，自己做弹弓、上山打鸟、爬树，去打鸟、去掏鸟窝，小时候都干。谢谢呜。全组最帅准备看公仔，你谁呀？我应该不会开工，到我开工还早呢。谢谢雾送的狗皮帽。小时候
小时候其实没有想当演员，但是想站在聚光灯下，就很奇怪。你们就是我小时候没，就是脑子里没有演员这个概念，你知道吗？但就想站在聚光灯下。为什么？一剑独尊为什么搜不到？因为他还没有上线啊，因为没有上线。因为小时候就是我还记得很清楚，我记得特别清楚这件事情，但就只有这一件事情我记得很清楚。为什么？我如果我小时候的记忆没有出现差错啊，谢谢 Lisa 送的学生帽，没有出现差错，就是我还被我妈抱在怀里的时候，就是我的印象里依稀记得我应该是被我妈抱着，要不然就是可能是依偎在她旁边，反正我那时候很小很小很小。那时候是怎么个事儿嘛？就是那时候演唱会还能在电视上放，电视上还可以播演唱会。然后呢，然后你知道那时候演唱会什么 Beyond 那些吗？不是弹吉他什么那些吗？然后就是他们都是戴那个帽子，那时候帽子就是反着戴。